填充完毕。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哈喽，欢迎大家收看火焰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王者荣耀啊。我们看一下我们这儿啊，我们这边是钟馗、安琪拉、莱西奥、耀还有项羽，对面是后羿、明世隐、貂蝉、鲁班七号，还有个典韦啊。你这是什么鬼啊，双射手对面，而且都是脆皮，除了典韦，典韦也挺脆的。其实好吧，那咱们现在打的是王者多少星忘了，是九星啊，是九八星我也忘了，反正让人一直坑起来啊。OK， 我看一下啊，我还开着全部麦，什么鬼？我的名字吗？火鹰莱西奥，为那个扛炮的。哇，这把可不好打呀，因为对面都是吸血加血的。别担心，火鹰来了。后羿带着明世隐。我经常这样说。哇，我这边我太难打了。稳一手，稳一手啊。完了，这么快啊！干起来了！请求集合。典韦挂了，可以。点击一下，吃口药。打我，我一手啊，这把不好打。我们这里什么都缺，但是勇气要多少有多少。我的出装是这个啊，我试了很多什么制裁什么加的，不太好使。An enemy has been slain。往后点，往后点。哎，我在这儿。然后撤一步啊。An ally has been slain。我的，抱歉，好兄弟，稳住，收到。险击形式，没办法，输出不了了，没有输出空间了。在老船长回来之前，面具就由我来保管。这钟馗是要干啥呀？不辅助一下吗？出梦魇之牙吧，出梦魇之牙。安琪拉没死，挺好。这钟馗怎么一直去勾着？我只能保证不送啊，现在。别出声。我不能往前走啊！邀请函中提到的合金弹夹，我明显感觉这药也不会玩，我感觉。独家制造。我怕那个后羿用那个鸟定我。填充完毕。面朝大海。这经济不就叠上去了吗？会知道要往哪儿起航。又过去了。英雄从来都不是。Enemy double kill。独家制造。哎！主宰暴君降临。你是有病吗？部队消失。弩车出击。哎呦，我被塔打死了！我去的。兵线不进去了吗？哎呀，我今天不适合上分了。海东有句老话，钟馗你是信念。钟馗你是长人家野区了。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 你也不打，你老那蹲着干啥呢？新发明。哎呀，我别怕，交给我。凡事少问，发起进攻，收到。问问自己，哎呦，这什么队友，没有一个像人的，我去。
都不敢往那儿走的。我曾经忘记面具下的人是谁，现在我想起来了。不是，你是有毛病，吃我线干啥呀？哎呀我去，请求集合。收到。集合个六啊，集合你自个儿死去吧你。哎我的妈，我真是在面对自我时找到弱点，在面对自我时收到。一直搁那蹲着，也不知道蹲啥呢。你上厕所呢你啊？哇，这塔我真服了。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 Enemy unstoppable. 辛苦了，朋友。你最近的出场频率很高吗？快撤呀！收到。不是你们是干啥的到底啊？哎我的妈！是新发明。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the turret. 等等我，马上到。独家制造。等等我，马上到。哎，我在这儿。演出完毕。Has been slain.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Enemy godlike. 点击形式。海都有海都的规矩，外城有外城。一个打野一杠四，我去的，我都想骂他。对面全是脆皮儿。我曾经忘记面具下的人是谁，现在我想起来了。独家制造，开始撤退。收到。是新发明。Enemy legendary. An ally has been slain. Enemy double kill. Enemy triple kill.等等我，马上到。不是你不会打野，你玩什么打野？你坑人吧！我去，王者差不多十星排位，你干啥呢？你别学说别人啦，你连射手都不会跟，你还舔个脸，你真是。敌人已入侵野区，收到，发起进攻。海都有海都的规矩。哎我去，全吃。发起进攻，收到。掩护完毕。开始撤退。是新发明。你们谁出一个梦魇之牙呀？对面几个吸血的呢？哎我跟个弱智似的。发起进攻，收到。An ally has been slain. An ally has been slain. 这怎么打呀？不知道要往哪儿起航。海都有句老话，财产可能被夺走，信念却不能。虽然这也没什么。我方刚刚在暴君获得强化，炮车出击。新发明。我不能去啊！独家制造。我还没猜出他们该开龙呢。我们这里什么都缺，但是勇气要多少有多少。开始撤退。我去，打不过了。开始撤退。经济差太多。开始撤退，经济落后，先发育。收到。在面对自我时找到弱点，在面对敌人时忘掉弱点。演出完毕。
根本就不会，连龙都不会开。对面后羿都开几个龙了？新发明。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 完毕。别担心。你看他一点开龙的意思都没有。在那段都搁中路呢，开龙呢。发起进攻，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他。收到。独家制造。发起进攻，收到。An enemy has been slain。开龙吗？请求集合。有更弱小的人在身后，这就是我站在这里的理由。只要这个钟馗啊能勾那个后羿的话，他可帮大忙了。节奏现在稍微有一点了，凡事少问能不能，问问自己该不该。后羿经济太高了，发起进攻。开始撤退，收到。过来了。开始撤退，发起进攻。填充完毕。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方高地防御塔正在被攻击。An ally has been slain. Double kill. 漂亮。Triple kill. 漂亮。Fabulous.凡事少问能不能，问问自己该死。发起进攻，收到。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 独家制造。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 再蹲一手，后羿过来了，勾后羿。请求集合。面朝大。收到。你会知道要往哪儿请、啊、马上到。请求集合。听说你要采取的是他们会长这个样子吗？填充完毕。没兵线的开龙里的邀请函中提到的合金弹头应该能让我的火炮威力大涨啊。推上了，幸亏对面打野不厉害啊！别担心，我赢来了。An enemy has been slain.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Killing spree. 发起进攻，收到。请求集合。哇，这把节奏太舒服了啊！请求集合。请求集合。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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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个节奏太舒服了。我们这里什么都缺，但是武器。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 哎呀，我的妈！刚才有一个人说的特别对啊，有个人说拖后期，后期他们不行，他们脆皮太多了，前期他们可能是强势啊。哎我的妈呀，这星都得这么上，然后就碰上个西然后你就掉分。哎我的我们这里什么都缺，但是后羿本身他就攻速快还吸血，再加一个明视野，
我这次我寻思我出不出制裁，出不出制裁，我还是没出。我出制裁，我估计效果不怎么大啊。我们看一下，4-7, 3-6, 3-5, 7-2, 3-2，对面1-7，你看我说啥来的？点尾坑，看到没？4-3, 0-3, 3-3, 13-4，这个后期这个钟馗帮了挺大忙啊，他把那个后羿给勾死了，那个就差挺多，后羿得气死了。